家好，我是君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ICA 的这个新的，应该算是猫眼胶的，它叫做散影胶。那它这个胶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做出比较大面积的猫眼，跟你要把它吸成细细的猫眼也都可以，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因为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就是一条线的猫眼嘛，所以今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大范围扩散的这种猫眼的质感。那这个色卡呢，我是用我自己觉得好看的色系去安排的啊。那我会再另外放按照顺序的色号排列的色卡，那我也会发影片这边。那这一次我们要做的款式呢是这个，因为我现在就很喜欢那种堆堆叠叠，然后有一点点透度，然后渗透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一款的本身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天空之镜，就有点像是银河用星轨拍的那种照片，然后去发想的。那整个出来感觉我觉得蛮有艺术感的，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今天会用到的材料呢，就是这个散影胶，那总共是有5个颜色。那因为我后来发现影片里面一罐介绍啊，那颜色会太久，所以我会直接打在影片上面，那你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那除了散影胶这5个颜色之外，还有 FICA 的这一罐透明的建构胶，对，我已经买了大罐了，小罐的被我用完了。然后另外就是会使用到的笔呢，是 FICA 的814大支的平笔，跟807是线笔，然后还有一支是这个，这是我在美术社买的，它是拓印笔。之前我就是用来做一些喷洒的东西，我不是用牙刷，就是跟大家讲说会刷到牙龈出血的那种比较粗的那牙刷。那这种拓印笔它就是这种很粗的笔毛，那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文雅一点。没有啊，我也会拿它来做其他的事情，就是比较小，不会那个刷头这么大，我觉得还蛮方便。这是在美术社买的。那另外就是白色的亚克力颜料。那素材的部分呢，会有使用到这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蓝绿色的。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做法的部分。这款其实是我最近发的，我觉得稍微比较难一点的，因为它用到的是有一些就是扩开的一些处理啊。通常我每次只要发类似像这样子的款式，大家都会觉得蛮难的，就是比较多问题产生。但是因为做出来的造型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猫眼的造型非常的不同，所以蛮想跟大家就是介绍的。那先使用 FICA 的这罐软的建构毛刷夹面，它是使用它这支814的这支大的平笔。毛刷之后粘上这个蓝绿色金箔。那我主要的分布的位置是在中线的横向，要拿到它有纹理的这个位置的。好，粘到大概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先去照灯固化之后呢，使用散影胶的10号这个颜色是有一点偏绿的一个金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复古的，我还蛮喜欢。然后把它先放在你的金箔的边缘处，你可以放有一点厚度，不要把它刷得太薄，因为我们底是透明的嘛，你现在用太薄的话，可能待会看不见。然后9号呢是有一点点古铜色的，古铜带橘的一个颜色，然后放在你刚刚金色的边缘。那因为我们今天的配置都是往斜向的嘛，所以我们就放这样子的配置。那像这种甲油胶的状态的凝胶啊，我都会直接刷嘛，但我每次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刷子处理之后再插回去，不然你的颜色就会污染。接下来是4号是蓝色的，是在最外缘的部分。色块跟色块中间稍微用平笔拍打它们一下。其实它虽然比较水啊，但它的上色效果还不错。先把它们中间有一点点拍打晕开，
让它的界限不要那么块状。那因为比较水润的关系啊，所以请你稍微拍一下，轻轻的拍一下就好了。通常我在教课的时候，大家如果会把那个凝胶啊搓得有一点花花的，都是太用力。那我们拿出那个瓷棒，稍微吸它一下。猫眼胶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你瓷棒过去的时候啊，它会变成不一样的颜色，有那个反光出来，所以它两边会颜色不太一样。虽然我们是有交叠过其他颜色嘛，因为我们是已经有两个颜色的去做层叠，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看不太出来，可是你吸过的地方呢会比较有层次一点点。所以我们这边的处理就是让它两侧的颜色变得不太一样而已。因为有叠色啊，其实猫眼那条线你会看不出来，可是你会发现你吸过的颜色啊比较深，比较深层的感觉，有没有？它两边的颜色会不太一样，这边比较亮，这边比较暗。那我觉得这是猫眼这种凝胶它自己会做出一种阴影的打底的感觉。那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照灯哦，然后拿出第一袋的这个透明胶，取一点量，你要用什么笔都可以，因为我习惯用平笔的尖角，你要拿小一点的笔也没关系，放置在你刚刚放那个金箔的位置，然后滴它下去。等胶落下之后，再开始拖它，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凝胶被透明胶扩开，慢慢的拖下来。这个步骤不能动作很大，你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但我们是要把胶放下去，所以其实我的笔呢是没有碰到甲片的哦，我只是在拖那个胶而已，像你拉键钩一样。那这边就会很像那个烧掉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它就扩开成一条线，那这里就变成有一点透明。那一般来说，我这边弄了一条之后，我旁边会再弄一条往上的这里，然后看你的配置，看你粘的那个金箔的颜色，你比较想露哪里？因为这个处理呢，就是你滴下去的那个位置，它会变透明的。这就是滴它下去，等胶落下去之后，才能移笔。然后我们是把胶拖走，不是刷它，所以你不要刷甲片。我们是一直拖那个胶，把它拖到你要的位置。有点像是烧开一个洞的感觉，然后这个洞呢，你可以不规则状，所以你就是拉着你的胶到你要去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有一点烧开的感觉嘛，它会把胶推开。好，那甲片是会变得有一点凹凸不平，所以这个地方上面鼓起来的地方可以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慢慢的拖。拖到边缘处，因为其实我没有要它一个洞啊，我要它一条线，所以你可以拖到边缘处，然后把它带走，然后它就会被挖开一个洞。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边拖拉的时候，一边感觉甲片有一点点凹凸不平，就把整个甲片倒过来放。如果是客人的手的话，直接把它反过来放一阵子，它也会自平。稍微均匀的时候，就可以先去照灯把它固化了。好，固化之后呢，其实这第一光一层这样子，我就觉得已经蛮美的。但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那个星空的效果嘛，我会堆第二层。在黑夜里面啊，其实大部分颜色虽然是深蓝底，可是其实你会看到比较好看的夜空颜色都是紫色的，所以我们用的是6号。那这一层呢，它是它的第二层嘛，所以只要薄上就好了。有一点盖住也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还会再用透明胶做第二次的效果，可是不要上太厚了，这一层就不用上太厚，不然你会把太多的刚刚做出来的那个纹理盖掉太多。那我会先放紫色的这颜色，然后再放8号这个比较浅的，然后会叠在紫色的中间。那因为我不想要它颜色太多，就是不想要颜色太重，所以一样使用胶，
使用笔稍微带掉他们交错的地方。不过盖掉位置啊，倒是不用担心。一样拿出瓷棒，先把它吸得有点深浅。但吸过去之后，它会有那个深浅的感觉吗？就会一边变透明，一边变深。好，先把它做出这个深浅的处理之后呢，一样笔取透明胶。然后我们刚刚这里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那个金箔嘛，所以我那个这个位置我喜欢它有点透明，所以这地方我一样等胶落下去。那如果你要扩散大一点，就是先转圈，让它滴下去的胶多一点，然后再往下拉，它会比较大范围的扩开。我的笔啊都没有碰到甲片了，我都是靠那个凝胶的稠度在拉。所以这款如果要成功的话，就是你动作一定要很轻。我想要它再更大一点，所以我再往别的方向拉过去。你就是靠你的胶，然后拖拖你想要扩开的地方。啊，你先去思考你第一层的沉淀，然后那边露出来金箔比较大的位置去放，因为我们主要是让它可以把第一层的那个透明的东西露出来。其实第二层我们上的颜色是很薄的，所以你放的透明越多啊，你越可以把第一层的层次叫出来。然后放的时候尽量，你如果放了一个很大的，你就旁边再放小点，就不要全部都一样大，这样会看起来很奇怪。大大小小的去放，慢慢让胶跟胶之间推挤一下，它会有一些深浅的层次嘛。那现在你的甲片会非常凹凸，然后我们就把多余的透明胶从侧边带走，从侧边带走。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一支长线笔。然后假设你这里肿起来，因为两侧其实是比较不重要的，它会看不太到，所以你可以从这里拿走一点，用长线笔是比较好处理的，因为它动作会很轻，你就不会把你不想要碰到的地方碰到它。好，一样，它因为它会有点凹凸，所以我们倒过来稍微放置一阵子之后再继续照灯。那这一层做完呢，我会再上一次建构，把凹凸全部补平。好，固化之后呢，拿一个比较稍微有厚度的透明胶，然后进行建构。那大家都会问我那个建构怎么补啊，你就是把它拉侧边，然后或者是反过来，然后看洞有洞的地方把它补起来，然后慢慢拖慢慢拖，再应用那个胶的制平性，它就会变平滑，就慢慢的把胶拖到你要的位置，开始放多一点，然后再慢慢拖平之后是长这样子。那就先去照灯，接着拿出调色盘，然后使用亚克力颜料，水彩笔加一点点水，一点点就够了。然后拿出这个拓印的这支笔，我喷都喷边缘而已，喷它的边缘，然后有点星空的感觉。那如果你喷的时候你觉得太多，亚克力颜料是可以用凝清稍微清除的，像我不喜欢中间很多，我就会喷完之后把局部擦拭掉，然后留下中间这样一条线，这样觉得比较好看，像这样子。
那待会就可以上层。好，最后上层，让它的亮度整个展现出来。固化完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那天我说就是没有办法发布的原因，就是后面的影片不见了，所以我今天来录一下收尾。那可以看一下它那个颜色的层次啊，因为现在我不太喜欢就是颜色是平面的呈现，希望它会有深有浅，然后并且带有一点点透明感的这种感觉，看起来会很像星空，然后在不同的角度上面会看到它反射不一样的光泽。那这里比如说像我们有使用这个透明胶把它扩开，所以它会有一个是沉进去的颜色跟堆叠在上方的颜色，这是我用来做堆叠处理的一个手法。那整个看起来因为闪影胶的关系，所以在每一个角度上面它会有不同的反光，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呈现出这种星空啊星轨拍摄的银河的感觉。那亚克力颜料它在上面是因为闪影胶它本来就会带有一点白白的反光，可是亚克力颜料它就是会残留在上面，它并不会随着光影消失，所以这是用来做像星星一样的那个手法。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作品，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帮我把影片点一个赞，那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人再麻烦订阅我的频道，那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